干嘛去啊？嗯，干嘛去啊？我没到呢，我没到位呢，兄弟们。哎，就这水平啊！就这水平还勾人，我就算了，兄弟，我就不去了，好吧？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哎，菊花可以吃吗？我泡着菊花茶，菊花能吃吗 ？A Q A 接拉起，拜拜。四成流血，不打了。我们有盾了啊！他可能要外圈刮我们，我们走位躲啊，点一下。拉起接 W， 不知道他二级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打这种洛克萨斯之手，不要跟他硬拼，怎么跟他拼？啊，慢慢耗，知道吧？来 Q 一下，接 W， 来虚空掠夺者到位了，一下一过来 A，A Q 点燃闪现一个 Q 死了，跑的都挺快。推线胜过痛苦，有没有人知道刚才落手教没教疾跑这个技能？没有胶是吧？一般大家说没有胶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是胶了。我决定下一波再找他打一波。在落手没有交易的时候，青钢影是不能交易的，知道吧？不能交易，一定不能交易啊！硬打是打不过这英雄的，他持续的伤害比我们高太多了。Q 一下，拉起走了，耶，走慢了，血都有点啊。Q 一下，吃饼干死不了。W， 哎呀，差一点点没死。你看刚才就是一个他没交易我们交易的例子，看着没？来插个眼，一下一回来，我有盾 ，A Q。我主要是想给你们看一看这个例子，知道吧？如果他没交易，我们交易就是这种情况。他稍微反应快一点，让他拉，没事，点一下一走。只要他先拉，我们一定死不了。嗯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其实我刚才都可以直接E回去，然后踹他一脚都可以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吧，不是那么很稳。我们踹他一脚，接个W，他粘不住我。
一个鳄鱼让亚索单杀两把吗？不太应该啊，鳄鱼基本上不可能打不过亚索，而且亚索只有一个多兰剑。鳄鱼就是一个傻子，一个白银，他也应该能打得过亚索。W 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下一过来点烟 ，A Q， 大柱 A 接拉起接平 A， 差一点点啊，不能硬拼，你看吗？打不过这英雄硬拼，属实还是干不赢。我们的装备比他好的已经特别多了，但是跟他硬打了一波，还是没打过。一言还是要选择耗血。只是徒劳。关键我这是移动速度有点低，我皮还没出来，跑不过他。这波他没有闪现，把他杀了啊！四秒，还不走，好，还不走。来一下，一过来，减速 ，Q 一下，别拉起，等不灭，往哪走？蓝不够，血不够，往哪跑？No！你本来就不合逻辑，不用去计较。苏宁赢了，那什么比赛？没注意那什么比赛。回家，春季赛开了，这么快吗？我发现今年这比赛真没停过。9分45秒，有皮还。我们需要再忍1分钟，就可以跟他打了。现在他是有疾跑，有闪现，我们啥也没有。啊！注意，我们啥也没有，我们没大招，没闪现，而且没有皮孩，他可以利用移动速度优势将我击杀。W 一手 ，Q 一下。A Q。拉起。一下一过来 ，AQ W 外圈别拉起，大度 A，Q 一下，嗯，一下一 ，Q 一下，闪现拉起，他指定交闪，我们这波不能放 W 啊，放不了他。本来我想等1分钟的，但是不行，等不了了。两场打皮走了，回家三项无敌了。哎呀，这疫情时间是真长啊，真的。你们嫂子跟我说，非典的时候，我那什么，我学校没让上学。我不记得了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我没经历过这段时间？有没有沈阳的？
A 出垃圾。他是我非典的时候肯定没上学，我这不能。你文凭不够，你放屁。要什么文凭？我小学。这蓝枪七级什么意思？一下一回来 ，AQ 平 A 大柱 A 接拉起，接平 A 接平 A， 没上子弹。嗯，没有弹夹了吧？谁乱配级了？谁敢乱配级？你干哈呢？你这是看我钱不够要给我钱呢，小伙子。他是乱打的啊，他这乱打肯定是不行，他这么乱打他打不过我们，这不能乱打。我得走了，这塔我吃不了了，我不摊着一层塔皮了，这把我们家不太好打啊，重弹放在了我们身上，这重弹我们必须得稳重一点。好，这波往下走啊，你去塔下呀，那螳螂。一下一过来 AQA 大柱 A 接拉起1000块钱，再杀亚索麻麻溜一手来 Q 一下，再 Q 人头捐不是我的，我活了。这重弹啊放在了我们身上，你都没1000，他1000了，我才200，我才200块钱，在这等一下小黄毛。我一打二费点劲，我说实话，小黄毛没交易的时候我们打不死。别急啊，如果他们俩要硬追我可以打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别人。先把他收了，鳄鱼等我。大柱 A 也拉起 ，W 平 A 平 A 一个 Q， 漂亮鳄鱼。我从不放马后炮。
先把他杀了，打管流接拉起，两个人那不行，一个人还行。哇，这派克可以啊，反复横跳，别让他秀死了。哎呦，这家伙！但是我们家螳螂不太行，我发现。这凭什么一个碗猴敢跟鳄鱼打呀？啊，因为鳄鱼是弟弟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看看我们下一件装备出什么？来个蟹手吧，青钢影要点蟹手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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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勾引一本，勾引一本，来来来来来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来一下打换溜，大柱小黄毛 AQ 平 A， 也拉起，他亚索，打换溜，得杀亚索啊，这亚索必须得杀。不能打了啊，小心点。哎哎呀，一歪了，先杀亚索，扣一下，我们快跑，这不能再打了，这亚索来回穿，我追不上他。刚才那 E 怎么飞了呀？可以来中路，关键是他双 buff， 等他红没了还能好打一点。他们家两条龙给了吗？第三条龙给了吗？不要行，蓝枪搁哪呢？我霸住，再掏一下，漂亮，守一下中，来个蟹手。这蓝枪怎么开呀？这烟雾弹是真是有点烦人，这烟雾弹。给我瞎眼了，我的盾差一秒，就差一秒钟，我的盾。一过来 ，A 接拉起，打不溜一下，一回来 A 扣 A 接拉起，虚区还是有点低。我要你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。单带吧，单带吧，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，单带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我单带两波，队友守基地，基地别守不住就行。一过来抽一下平 A 大树 A 接拉起，这蓝枪一个人找我打，先走一走，插个针眼，中路小黄毛可以杀，我马上到。
人呢？下条小龙是决战啊，我们需要一个春哥。这板猴可以杀，抽一下平 A 接拉起 A 出，先把中路拆了，这蓝枪不急杀呀。 A Q 一下一回来点燃， A 接拉起接平 A W， 我们过来闪现 Q， 好闪一下一过来 AQ 平 A 接拉起，他也只是个弟弟，他也只是一个亚索啊，这波直接越死他，对面乱了一波，漂亮兄弟。来碗猴可以继续来 Q 一下大度 A 接拉起平 A， 平 A 接 Q 一走走位不打了，我操，女警，女警换人了，不打了，小黄毛活了，这怎么这墙这么厚吗？我刚才穿过来了，我平常现在穿不过来了，我不服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大龙不是大龙啊，小龙，进化的代价是必要的死亡，我来说快点，小龙这波小龙必须得要啊，打打打打打，快打快打快打，一下一过来 AQ 平 A 接拉起 A 大度 AQ 平 A 再 A 一下一过来，让这碗猴走不了，扣一下平 A 接拉起，给他一死，千万不要让女警死了啊，我们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大龙打大龙，哎，女警终究还是死了，推高地吧，一下一过来拉起拔断流减速 Q 一下，好闪螳螂，给我交易，交完易他就不敢装备了，我们就可以拆他走，出点什么装备可以让我的虚区更上一层楼呢？蓝枪要来，我们在这等他，不来我就回家，我们出一个死亡之舞吧，正好对面是全 AD 的，我出个死亡之舞又能回血，还加技能极速，打他一波，别急别急别急上，别急上，那鱼来打吧，溜溜一下一下一过来接拉起大度点燃 Q 一下亚索平 A 接拉起，没拉起来，先把亚索杀了，来小黄毛一下一过来 AQ 平 A 接拉起，漂亮一波，问题解决了，迷一只阿后